林根人道善，林根人道善，根人根人林根人道善道善林根人。前高雄市长韩国瑜三度站台，国民党新竹市长候选人林根人用行动为党内同志争取选票。千言万语，万语千言一句话，希望林根人能够在新竹乡亲热情的支持跟爱护之下，这个不怕破皮货，就怕不识货。凡是认识林根人的人品、操守、过去从政的经历，以及对于新竹市民乡亲的付出，我相信大家会将这神圣的一票支持给林根人。大家说对不对？对。1126九合一大选，除了台北市长选战，新竹的蓝绿白三角都同样成为全台焦点。不过却频频传出要弃林根人保高虹安的弃保操作，而随着韩国瑜为林根人辅选，这些谣言一一被打破。19号下午，党主席朱立伦也同框蓝营的团结不言而喻。不论如何，一定要来帮林根人、帮大人哥加油。在最辛苦的时候，我们作为同志，我们要力挺。就是要力挺林根人，因为他在新竹深耕20多年，知道乡亲所需要的，了解新竹前进的方向。选举谣言满天飞，那最主要是用行动来让市民见证到说，你讲的跟实际行动的是不是一样。那今天非常谢谢朱主席跟韩国瑜市长到现场来，让大家见证一下，这个是一个非常团结的，我们一定会有信心赢回这一战。选举最后，黄金周国民党再现团结大气势，拉抬声势，要选民集中选票，盼望林根人带领新竹展望未来。记者新竹综合报道。来科普一下哦，这个水神呢，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，会还原成水哦，不会感染，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皮肤，所以小朋友、孕妇也适用。万万水神呢，不伤人体，适合长时间多频率的使用。如果不够用的话呢，可以干脆把这个生成机买回家自己来使用。